这题大概360，是个 F 组难度。这题特卡接分解特卡180，有0.2的连接分，这是一个一分的连接。这题特卡180，0.5。中穿线上0.3，分推反掏。哦，中穿前上180有一个小失误，大回环跳360，正掏，直抵7边线下，他那个特卡360真是惊艳。